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妮，我来自 SBIC， 现在就读 iPad Diploma Ruby Level 2和 iPad Diploma Holistic Level 3。很开心今天学校举办的短课程，邀请到国际美睫导师来教我们胶原蛋白电卷睫毛。在还没有上这个课之前呢，是感到很兴奋的，因为能在短时间内学习到多一种技术、多一种知识，也很感谢学校给予我们这个平台，多元化的提升自己。很荣幸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冠军，是我意想不到的，也很感谢评审老师给我的肯定。每一场比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挑战，我们都要以好的心态和信心去接受挑战。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支持我读美业这一行，美业这一行也让我成长了许多，我相信能帮助到我达成我的目标和梦想，我也会坚持不断地提升专业的技术和知识。谢谢大家。